又干仗，你知道吗？塞文和俺家大腐牛在一块儿，他俩只要在一起就干仗，啊？啊？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！咱们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点点小爱心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他能收拾了他婆媳关系不和，他怎么就收拾不了他呢？塞班怎么能收拾不了他呢？你看看，你看谁能收拾谁啊？塞班收拾不了他，那不还有我四哥呢吗？是不是？塞文收拾不了的事儿啊，那不还有四哥吗？四哥不是可以出面吗？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他妈是儿媳妇儿，这感觉好像是他妈我媳妇儿似的，你走吧。啊，给他儿媳妇摁地下一顿锤吧。啊，塞文跟他儿媳妇在一块儿就是愿意闹，他俩就闹。一点当老婆婆的样都没有啊。三文呢？三文你有当老婆婆的样吗？三文你看看跟儿媳妇干起来了吧，看看。哎呀哎呀哎呀，闹急眼了啊，急眼了急眼了，闹急眼了，不带薅头发的，不带薅头发的啊。四哥根本就不喜欢腐妞啊。我看腐妞是不是薅你头发了？腐妞，我看看，啊，别薅头发，三文是不是薅你头发了？哎，闹归闹啊，不能打仗，不能薅头发啊。那腐妞，啊，俺家腐妞正在宣誓主权呢，啊，腐妞蛋呢正在宣誓主权呢。哎，这些毛孩子为了哥哥像个小猪似的，小猪在这里头呢，这都是大猪。这些都是成年的了啊，这些都是大猪了，家人们。小猪在啥地方呢？小猪在这儿呢，小猪搁这干仗呢，看着，看着，哎，在这打仗呢，啊，在这闹着玩呢。小老四不行，小老四任人宰割呀，小老四，老大不能进，老大不能进啊。老大。老四怎么个老大？你看，你看，要是丢一个，主播心里啥感受？丢一个，那怎么可能丢呢？是不是？那是故意有人偷，那不可能丢，家人们，那只是人为的。如果他们丢一个，那只是人为的，那就报警就完事了呗。那有啥心里难受的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那报警完事了呗，是不是？老大没看住，老四没看住，孩子在家里丢了，是不是？咋丢的？那不进人了吗？屋里头是不是猕猴蛋子啊？没关系啊，咱那小猕猴蛋子在咱们家是看大门的，家们啊，你放心吧，谁也进不来，这个问题永远都不可能发生啊，因为俺家小猕猴正在看大门啊。你看着那个保安没有？小猕猴保安，小猕猴啊，猕猴蛋子，把大门给他姥爷看好啊。牛蛋子，谁也不许偷大门啊。老太太白了，老大太白了。三娃，三过来，来，三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过来。别总整老大，你三娃，三娃，三娃。你别整老大啊，
你跟腐妞玩的挺好啊，塞文，你跟腐妞玩挺好。你看你儿媳妇儿，你看你儿媳妇儿啊，是半怀孕不怀孕的这种状态啊，塞文，你看你儿媳妇儿肚子多大？塞文，你抓紧吸烟吸烟，你儿媳妇儿，瞅这儿媳妇儿这肚子多大？哎呀，这大肚子啊！对，老四也心疼儿心疼媳妇儿，嗯。长香肠多少根？你说的是宠物火腿肠吗，家人们？啊，宠物火腿肠呗，咱家宠物火腿肠，你说是哪个肠？啊，你说的30号链接呗，30号链接一包是30根，一包30根，然后呢，拍三包送一包。现在有狗粮吗？有狗粮，有狗粮啊，咱家狗粮在下方小黄车第10号链接，家人们，在第10号链接啊，老爷小狗卖卖。咱家就剩一个了，家人们啊，就剩一个小二啊。你们想要小二的话，你们可以私信我。啊，想要我们家小二蛋子啊，待会儿我可以私信俺们小二蛋子，给大家看看小二蛋子。小二蛋子不愿搭理我，小二蛋子，嗯，二蛋子不愿搭理我，二蛋子啊，小老大蛋子愿搭理我。我发现你们几个为什么总喜欢咬我腿？咬我袜子呢？啊，我这袜子刚换上没几天啊，我刚换上这袜子，新袜子，又打算咬我袜子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你有打算咬我袜子是不是？啊，小老大，嗯，看了好几遍了，太可爱了，啊，小老大漂亮，白白的，嗯，袜子有味儿呗？那你看小老四为啥不踩我袜子呢？你看老四为啥不想咬我袜子？啊，你看他都不想咬，你看，哎，老子不能踩老爷袜子啊！我以为你不踩我袜子呢，啊？难道我袜子真有味儿？啊？过来集合了，快去来集合，集合来，集合来，来集合了，集合了，来，接过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来。哎，你说他们几个都不愿在上面趴着啊，这上面多好啊，这上面多玄乎啊，这上面啊多带劲呢、啊、这上面都不愿上上面趴着来。那个腿有毛病的已经好了，对，这个就他家，哎，不是他，小五啊，那个小五。小迷糊蛋子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今天你敢偷东西，我告诉你，我把你两个蛋给你卸了啊。那小迷糊蛋子。今天段子太逗了，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，玩摆小狗。嗯，哎，今天给咱家狗子吃点水果啊，给他们发点水果吃。狗粮什么时候发货？今天拍明天就能发货啊，家人们，狗粮今天晚上下单的话，明天早上就能给你发走啊。咱家发货就是快，老铁们啊，现在狗粮是现货，知道吧？狗粮199米，20斤，冻干5斤粮啊，现货啊，含肉量35%，粗蛋白大于等于24%啊，哎，少了一个，多少钱一个？你们私信我就知道了啊。你不开，你不心疼啊？遇到好人家还可以啊。那咱养这么多，老铁们，咱养这么多，说实话呀，我也难受啊。家们，咱就说吧，那咱屋里都快成那个流浪狗救助中心了。你们看看吧，家们，咱们看一看啊，他们5个加上外面的6个，家们，这边5个加上外面的6个，那咱家都快成那个流浪狗救助中心了。那流浪狗救助中心都没有咱家狗多，老铁们啊，那救助流浪狗的都没有咱家狗多呀，啊，是不是？爱多的肉条是拍一发2啊，现在我给你讲解这个链接，拍一发2包啊。来了老弟，欢迎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感谢家人们啊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奶粉有，要又选羊奶粉有吗？又选羊奶粉有。今天怎么净买货的呢，家人们？今天啊，又选羊奶粉啊。家人们，你们有需要啥的话，你们咨询客服，知道吧？客服会第一时间回复你。羊奶粉在第57号链接。在第57号链接啊，哎，57号链接，做游戏啊！我先可以给咱家狗子发点零食的，行吗？哎，咱先吃。
咱先吃吃吃不吃吃吃啊，一二吃。我一说吃他们都来，你家狗卖卖，家们想买狗的话私信我啊，家们有需要狗的话大伙私信我，我买完狗粮了都九天了还没发货呢，小袋的话小袋的话明天应该就能发货了，家们啊，你们着急的话你们私信客服，家们啊，着急的好朋友们联系客服，家们咱俩狗粮到了一批，但是呢家们不够啊，咱们那天一共是卖了小袋狗粮的话你卖了800多袋狗粮，但是呢到了一批不够，知道吧，所以你们还得等一等，你们着急的话你们联系客服，让客服明天给你们发货，没有家吗？啊，就是谁着急给谁发，知道家吗？谁着急给谁发，因为现在不够数。老大不能进来，润滑油是干啥不知道啊，咱家没有润滑油啊，那边谁在推桌子呢，你说哪个哪边，那边外边啊，外边老大吧，老大推桌子呢吧，小伙长得太快了，看小猫呗，等会儿呢啊，家人们等会儿呢。哎，老爷拆弹专辑啊，还卖狗粮吗？狗粮在第9号链接，家人们，狗粮在第9号链接啊，第10号链接啊，你们自己拍就行，在第10号链接，大家伙自己拍就可以啊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又落脚，心灭了啊，家们啊，有需要的话你们，小狗少了吗？小狗没少，小狗还是这些小狗啊，还是这些小狗，还是他们几个，咱一共是生了6只，家们，咱小狗一共生了6只，但是呢，中途老六不是去汪星了吗？啊，狗粮有试用装，没有试用装，没有试用装啊，不吃包退，家们啊，有运费险啊，啊。老大和小狗还能见面吗？你说谁？你说老大和小狗还能见面吗？那肯定见不了面啊，肯定见不了面啊，家人们，近的话可以见面，远的话指定是见不了面啊，对不对？像原先咱家老二、老三、Seven 的是谁？有多少小狗从来没跟 Seven 见过面？自从他们离家人们，其实那小狗只要离开这个家了之后，见面的机会其实很难，知道吧？啊，除非咱们主动带着狗狗去见别的小狗，不然的话见面挺难的啊，因为家里离得特别远。你看Seven这几个孩子，有天津的，有河北的，有山东的，有广州的，是不是？有广西的，是不是？还有哪儿的？家人们啊，很多地方哪儿的都有，上哪见面去啊？是不是？除非咱们主动给他创造机会，他意思是老大能进房间里看小狗吗？这话不等于零吗？呀，这话不等于白问吗？老铁们，啊，这话不等于零吗？那么随便能，那么想看就看吗？那不是？那现在他想看也能看呢。还有通化的，对，还有沈阳的，是不是 ？Seven， 俺家 Seven 到目前为止啊，石榴你吃不吃？小石榴不吃苹果。牛蛋子，给妈妈送一个去，给妈妈一个。小牛蛋，给妈妈送一个。哎，给妈妈一个啊！小牛蛋子过来，来再给一个。哎呀，我操，完了！小牛蛋来，一二三，牛蛋来过来来。可以视频的狗懂啥呀，家人们？狗懂啥呀，老铁们？啊，你就听那帮宠物主播忽悠你们，是不是、啊、家人们跟狗狗一块视频，那狗懂啥呀，家人们啊，他能看懂啊，那么纯在这炒热度的吗，是不是、啊、他能叫妈妈呀，还能叫爹呀，啊，还能叫姑娘叫儿子呀，能叫啥呀，是不是、啊、包子，我没说错吧，包子啊啊，大包子让老师去抢，石榴你吃不吃，给小石榴一个，都关注了就看到了，给你一个小石榴啊，老爷你会不会我的意思了、
哎呀，没误会呀，佳萌啊，就是我个人的讲解释跟你们解答的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啊，可能我真是误会了，佳萌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说啥意思。但是狗狗如果去新家了，他们肯定是见不着面的，王小萌，肯定是见不着面，除非是人为的给他们让他们见面啊。你看吧，佳萌，俺家老大的孩子，在沈阳的，是不是？在广西的，是不是？还有在天津的，啊。从来没见过面，家人们从来没见过面。Seven 见过谁？家人们，你们知道俺家 Seven 见过谁吗？跟谁见过面吗？啊 ？Seven 见过老二、老三，啊，还见过谁？家人们，你们可能都忘了。嗯，可能那个时候你们还没关注我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你们可能没关注我，见面太难了。老爷，苹果真红。那这苹果好看，是不是啊？老大喜欢吃苹果，嗯，老大来一口一个，老大一口一个，查查见过是吧？还见过谁？见过老二、老三，还见过大宝。家人们，你们知道大宝是谁吗？大宝你们不知道谁吧？大宝。啊，应该是老粉的话，应该都知道大宝是谁，是吧？酸吗？他老爷不知道，我没吃，这苹果没吃，我吃不了苹果，吃苹果过敏，我吃不了苹果。大宝，查查，老二、老三，其他都没见过面。三位一共生了几只？啊，坐好了，坐，都坐好了，哎，都等着。牛蛋子，你看你俩把这苹果留着给我吃啊？啊？你俩寻思啥呢？都打算把苹果留给我呀？哎，咱们泰迪是都不喜欢吃苹果吗？老师想想啊，泰迪都不喜欢吃苹果吗？我想知道啊，他俩还没，他俩寻思还有没有了？小明给你一个，明蛋子过来，明花，我家泰迪不吃苹果，虎妞一个啊，虎妞一个。三吧，三没吃着，来，三没吃着。他们几个大狗愿意吃，小狗不爱吃苹果。嗯，没有了，这么快呀，老大，你吃这么快呀，老大啊？猫多大了？嗯，他娘俩牙口不好。但是不管牙口好不好啊，不管喜不喜欢吃啊，那个苹果既然小明拿走了，家人们，既然要小明拿走了，你信不信？我想拿回来就难了，你信不信？这苹果我想再拿回来啊，那就难了。小明压根就不能让我拿，家人们，牛蛋子啊，我拿回来啊，还拿好不好使啊？牛蛋子，你看他宁可吃了，小明我宁可把自己最不喜欢吃的东西他吃了，他也不给我。牛蛋能给我吗？牛啊，来，你看抠搜的，你看那抠搜的家们啊，小牛蛋子把他最不喜欢吃的东西，这谁？我是不是该撤他嘴巴子啊？我是不是该把他嘴给他绑起来啊？我是不是该把他嘴给他绑起来？啊！你这小狗子，你给我过来！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是不是该把你的嘴给你绑起来？啊！咬窗帘是不是？啊！我正逮着窗帘是谁咬的呢？是不是？非得揍一下子，揍一下得劲儿了是不是？啊！揍一下得劲儿了是不是？疼不疼？打你疼不疼？啊！打你疼不疼？啊！打你疼不疼？
啊，拆我窗帘是不是？揍你疼不疼？啊，你这窗帘子让你们给薅的，啊，多好的窗帘啊！你瞅瞅，你瞅这窗帘薅的啊，像啥啊？都拉丝了！你看看你们几个干的好事儿啊！鼻子怎么了？鼻子就是跟狗狗一块闹着玩，给误伤了，家们啊，跟别的狗子一块闹着玩误伤了，没事儿啊，家们没事儿。啊，这窗帘都给它拽成水帘洞了，你瞅瞅。还咬，是不是还咬？在我眼皮底下猜，这小狗啊，在我眼皮底下猜，我非得给你拖鞋。打他。啊，他们几个这时候谁也进不来。他们几个现在谁也进不来。啊。打他。疼不疼？长牙了，那你也没玩具给他们玩啊？哎呀，玩具有玩具都给拆了他。哎，你说这沙发，大狗拆了咱就不说了啊。这沙发让大狗给拆坏了，咱就不说了啊。这不赖小狗，这沙发都不能赖小狗，家们啊。咱说这块吧，老铁们啊，咱说这块吧，这块指定是新拆的。指定是新拆的这个沙发，啊啊，家们，我说等这帮小狗都上新家之后，咱们换新沙发，没毛病吧？你现在换新沙发也是废，知道吧？你换新沙发等于零，等于白换。啊，等这帮小狗都去新家的，我高低换一个新沙发，老铁们，这沙发算是废了，啊，脑袋那是伤痕累累，这沙发脑袋那是伤痕累累的，家们。已经用不了了，没有用的价值了，只能拿出去劈柴火烧火了，啊！啥玩意儿在他们这都用不住，说你呢，小迷糊蛋子，就你带头拆家，你，就你啥也不是，还他妈不让说啊！你能拆你不让说。啊！一说你就不高兴，我一说他就不高兴。换十个也是废啊！小明不乐意了，递了个破苹果，你看看，在那给我显摆呢。他不愿意吃，他也不吃。我不过去，他不吃。你看着啊，小明蛋子。来一套全不锈钢沙发吧，焊一个呀，咱在屋焊一个啊，换一个不锈钢沙发，我怕怎么的，家人们啊，换一个不锈钢的沙发，我怕啊硌着他们，知道吧？因为不锈钢沙发有的它有尖儿啊，它那个东西特别硬，知道吧？狗子来回蹦蹦跳跳，家人们，它容易磕着碰着，知道吧？就跟小孩似的，家人们啊，那个沙发必须得把那个。边儿有棱有角的地方必须得给它磨光它啊，不然的话它容易碰着它，知道吧？啊，就俺家虎妞啊，虎了超的，不得天天脑瓜上不得天天一天一个包啊，碰的。来分苹果了，分苹果了，来过来来过来来，你俩过来一块分。牛蛋子过来一块分苹果来，我们这两个傻狗就是你看他就不过来，老大一个老四，哎，你说大狗真愿意吃啊，小狗真不愿意吃啊，大狗真愿意吃苹果，嗯，吃苹果补充 VC 换成火车站那种铁椅子，拉倒吧，那铁椅子不行，那铁椅子也废，那铁椅子上面不也有那啥吗？铁的，要那种没有那个包皮，就是那种，它上面不有软皮吗？家人们有没有？是不是有层软皮？那软皮他们肯定也给啃坏的呀。哎呀，我感觉咱就换布衣的吧，家人们，换布的吧。我这个皮的沙发也不好整，知道吧？皮的沙发也不好整。我看了那个沙发，之前我看好那个沙发，白皮白的，3000块钱一个，芝华士的那个沙发，二手的，家人们。
哎呀，那沙发太软了，那沙发手感太软了，像什么手感呢，家人们？我给你形容一下，那沙发像什么手感啊？扶妞，你坐好了，就啊，那手感，家人们啊，就跟摸扶妞肚子一样的手感啊，特别软，啊，就感觉摸扶妞这两排扣一样，家人们知道不？哎，你看扶妞这个扣全是肉，老铁们啊。啊，就跟摸扣一样，这感觉太软了，那沙发。最好不用沙发，家里养狗最好不用沙发。我看别人家都用沙发，家人们，所以我也想整沙发，知道吧？老大爷，老大来，老大一个，三爷给你一个吧，一，二，三爷你坐下，三爷给大家展示个才艺行不行？我给人家三爷切个小块的啊，三爷给大家展示个才艺行不行？老师坐好了，老师坐好了，动啊，别动，老师，三爷别动，别动，三爷顶，用顶住的，顶住的，三爷你顶一下子，三爷顶一下子 ，no， 不许动，福妞，我这坐好了，三爷顶一下子啊，顶，福妞。三爷来顶一下，能给大家展示个才艺，来，三爷展示个才艺，三爷来，三爷展示个才艺，听，你听话，放这儿，不许动啊！你看他能顶住吧？啊，你让谁能顶住啊？啊，有捣乱的，三爷就着急，啊。那包子能不能顶住？让包子顶一下子，看包子能不能顶住。包子放头上，包子不许动，不许动，看包子有没有这才艺。包子不能动，包子不吃，包哥不喜欢吃这玩意儿。包子是吃肉的，包子不吃素，他喜欢吃肉。用木头打一个一排长的沙发，上面用点厚海绵，成本还低，还不爱坏。哎，白扯，白扯，一听就爱坏。就木头沙发他们也能给你啃坏的。啊，木头沙发都能给你啃坏的。他啃的就是木头，老铁们。知道吧，他啃的不就是木头吗？你看看，就比如这玩意儿，家人们看着吗？这个沙发里边这个看着吗？这个。这原先是什么样，家人们？这刚开始坏的时候，它是直角的啊，这面是直角，这面是直角，这面也是直角啊，家人们，这都啃成啥样了？看不着，都啃圆了，这沙发最后都啃圆了，你看看，啊，哎呀，我给沙发吧，它本身就属于消耗品，它没了只能再换，没了沙发坏了，它只能说再换，知道吗？没办法，啊。看花卷的啊，想看花卷，看花卷，一会儿咱们做游戏，好吧，家们，咱先看看小狗的，看看小猫，看小狗，然后每天都看看他们在干啥呢，是不是？完事儿一会儿咱们再做游戏啊，看人家花卷子，哎呀，看这帮孩子啊，哎呀，吃奶呢，吃饭呢，欢不欢迎老爷过来上你家看看？起床了，起床了，快！快起床了，这几个小猫啊，我感觉你们有点瞧不起我呢，啊，是不是？我感觉你们多少有点瞧不上我呢，我感觉啊，都这么瞅我，俯视我，是不是？这俯视我呢，仰俯视我，是不是？啊，其实我也是属猫的，喵。啊，看你就看你了，今天喵喵喵，跟我学，跟我学，护着小花卷的护着，花卷的护着，花卷的
哎，我发现我拿走的猫吧，它都会舔一舔，太丑了。这猫多好看，我跟你说，为什么你们感觉丑呢？因为它吃花了，这个脸，脸吃的埋汰，知道吧？它脸上全是奶渍，好，家人们啊，吃的跟小花猫似的，家人们，小花猫就这么来的，脸埋汰。啊，等他们会洗脸了就好了。他们现在为什么埋汰呢？因为他不会洗脸。啊，家人们，为什么包子？你看为什么花卷子不埋汰呢？家人们，花卷子会洗脸，猫咪都会洗脸，他只不过是现在没学会洗脸呢。啊，你为啥不给擦擦？我擦有啥用啊？我擦有啥用啊？家人们。他们都这样式的，你看看都这样式的，他们这么点你给他擦啥呀？是不是这么点的小猫擦啥呀？不用擦啊？用擦吗？家人们，你说用擦吗？用擦我给他擦一擦啊？我怎么感觉不用擦呢？这多自然呢，是不是？嗯，给洗洗，洗洗不行，这才多大点，刚满月，他们几个刚满月。嗯，不用，用，不用，用，不用擦，不用擦，擦完了还是擦，不擦，到底擦还是不擦？啊？刚满月洗啥呀？擦完还得擦。上神儿去，上神儿了，我估计还得埋汰，你信不信？来，欢迎大家伙再来一个苹果，吃完咱玩游戏啊！来一个苹果啊，不来苹果，来个香蕉吃吧，行不行？来个香蕉吃吧，来，嗯，小猫卖吗？小猫不卖，猫咪不卖啊。我要没猜错的话 ，Seven 应该是不喜欢吃香蕉，俺家大 Seven 蛋子应该不喜欢吃香蕉。嗯，老四应该喜欢吃，那老大不吃是不是？老大喜欢吃，老四呢？老四也喜欢吃，老四不吃，老四不喜欢吃香蕉，看见吗？啊，三文蛋子呢？嗯，三文蛋子也不吃香蕉，他吃还是不吃？嗯，腐牛蛋就不用说了啊，腐牛蛋子是啥都吃啊，它除了粑粑不吃，它啥都吃。哎，你瞧腐牛蛋子吃多香啊！哎，牛蛋子，牛蛋子给你个香蕉，牛蛋子来，一二，牛蛋子，哎好，牛蛋子啥也不吃啊，俺家牛蛋子，小石榴蛋子也不吃，小石榴蛋子他俩是真是哈，真是不吃哈，老大呢？老大喜欢吃。老四，这香蕉你吃不吃？不吃拿走了啊！一、二、三。这老四，等我喊三呢。嗯，收了哈密瓜，哈密的瓜库尔迪顶呱呱，迷糊的眼睛最有神，吃水果水的。嗯，你看吐了吧？老四是纯霍霍人，这狗是纯霍霍人呐！啊，你不吃，你把这东西给它嚼的稀巴烂，不给老四了啊，家人们，不给四哥了啊，不给瑶瑶留点吗？给他留啥呀？嗯，不用给他留。嗯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来，三哥来。三文来，三文一个，老大，老大过来，来，老大，这谁吃了？那让谁吃了？那个牛蛋子不吃，老大吧，老大喜欢吃水果，啊，60多天的狗吃什么长得大？60天的小狗，家们吃什么长得大呢？奶糕啊，啥都可以。奶糕，家人们，奶糕的里边含有羊奶，知道吧？嗯，
你们可以拍呢咱们家的蛋黄奶糕，家人们啊，专门给小狗吃的啊，从能吃饭一直能吃到五个月大，家人们奶糕啊，从吃饭能吃饭开始一直能吃到五个月大的小奶糕啊，想买奶糕的好朋友们，待会儿可以拍个奶糕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老大爱吃苹果，来玩游戏啊，今天咱们玩什么游戏呢，家人们，你们想看什么游戏啊？咱不是也不是玩游戏啊，这做比赛，老铁们，咱今天不玩游戏，这就是比赛。你家狗崽卖吗？想买狗崽的话私信我，家们啊，私信我啊。叫名字呀，叫名字那不游戏吗，家们，咱玩比赛。啊，这款狗粮小鹿犬能吃，能吃啊，适合这个奶糕粮，适合所有狗的吃，家们啊，幼犬就行。啊，幼犬就可以吃啊。罐头还没发货吗？罐头现在还没发货，家人们，罐头现在还没有啊。看老四护宝宝吧，看护宝宝，护宝也不是有，也不是比赛呀，咱看比赛啊。比赛。虎妞什么时候生？虎妞不生了，俺家虎妞不生了，因为虎妞已经生完了。啊，虎妞压根就没怀上。虎妞去年的时候生完之后，到现在没怀上。那个什么了，家人们，那个虎妞是那个男，那个什么了，就是那个什么嘞，家人们，啊，那个叫，那什么人叫，假孕了，家人们，虎妞假孕了，啊，没整上。婆媳关系好，比水里捞东西吧，现在不行，那水凉，现在水凉，要咱跳高吧，啊，不行，跳高没有白胶带呀，没有黄胶带，得黄胶带才能看见。比赛，哎，你说比赛上凳子行不行？他们谁会上凳子？其实他们都会上凳子，找东西，比赛找东西啊！哎，比赛找东西行，老铁们，比赛找东西行，咱们俩一会儿找东西行不行？啊，家人们，咱看找东西，啊，一般不带出去溜达，带出去溜达，咱这本身就有个院子啊，咱家这个。本身就有个院子啊，他们平时的时候会在院子里待着啊，然后咱家狗呢，啊，每天早上六点啊到九点这会儿功夫，外面阳光是最好的，知道吧？六点啊刚出太阳的时候，一直到九点啊，他们的小院子里边有阳光，家人们啊，他们会从早上六点一直待到早上九点啊，一直在院子里头玩啊，然后呢，下午阳光不好了。啊，就不让他们出去了，啊，再三个小时阳光，如果要下雨的话，就不带他们晒了，啊，每只都不看不够，看谁的点子多呀，看谁聪明呗，是不是？看谁聪明，看谁聪明的话，就得看，看谁聪明就得看谁会找东西，啊，真好，有小院，下雨没有阳光。下雨的时候就不带他们溜了，下雨就在屋里待着啊，出去上个厕所，立马出去，立马就回来了啊。哎，你说他们几个都愿意在院子里头拉尿，但是呢，家人们，他们出门的话，比如说带他们上草丛里的话，他们就不尿也不拉啊，不尿也不拉。就老四有时候在外面憋着，他也不拉，也不尿，他就想回来拉自己家院子里头啊。其实他这个石老四这个感觉。啊，我觉得跟虎妞的感觉是一样的。虎妞是在外面说憋着，他就想回笼子里头拉。俺家老四呢，就在外面憋着，他非得想回家自己家院子里头上厕所。啊，在别的地方上厕所，老四抹不开面，老四要面子。啊，自家院子有安全感。啊，老四一回院子里边，咔咔往那个墙上呲，
石榴这么光歇着呀？怎么光歇？不知道。小石榴不愿动弹，家人们，小石榴没事啊，俺这石榴蛋就不愿动弹，别的啥事没有。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家人们啊，想买狗粮呢，咱家冻干五品粮199米啊，冻干五品粮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呢，家人们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？老铁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？嗯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成语啊，这叫什么歇后语吧？这叫什么？你讲讲，你还没有知道的吧？啊，俗语、典故，是吗？是典故吗？谚语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应该是啥呢？啊，我觉得我知道的就是我知道的不对，不能说。我知道的不对，不能说，不能瞎说，说出来感觉我好像没有文化似的，不能说。啊，谁躺平了？谁也没躺平啊？你觉得谁能躺平啊？你觉得咱们家谁的实力能躺平啊？家人们，老四的实力能躺平吗？四哥，俺家四哥现在还没有啊，没有正儿八经的一男半女呢。啊，虎妞都躺平了。就是肥料自己留着。哎。来，咱们玩那个什么，家们啊，出自苏轼的一首诗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来，快来，进来。应该是首诗是吧？应该是首诗。咱们找东西，家们啊，咱们找东西。首先，咱得挑出三个找东西最好的，家们啊，找东西看谁第一名，行吗？首先，小迷糊啊，这个也是抓阄啊，老铁们啊，咱就简单分配一下子吧。咱让一个会找的和一个不会找的在好了，三位。家人们，咱让一个会找的和一个不会找的在一块儿，行不行？啊？会找是谁呢？三会找，小明会找，家人们，老四老大都会找啊。咱让 seven 啊和小石榴在一块儿，让小迷糊和腐妞在一块儿，让老四和老大在一块儿，是不行啊？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是不能给别人。啊，来啊。Seven 和小石榴一伙。啊，来，石榴出来啊，好。啊。扶着进来，小牛蛋子。米油大进来，哎，米油大进，啊，石榴出来，虎妞进去来，好，让三用他俩找啊，让他们那二位找，哎，我那手机支架没有了，完了，我那手机支架没有啊，哎呀，没有了手机支架啊。三位过来，我把那肉干拆开啊，家人们，把肉干手机支架不知道他们给整哪去了，咬坏了，看着了啊？我这肉干从哪这块拆？没有拆口呢，这。你们真查了，家们，苏轼苏东坡儿媳妇相中苏东坡了。好了啊，好了，你们俩啊，你们二位啊，找零食啊，来
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三万和小石榴你要炒零食，三个进来，三个进进来啊，不能乱叫啊。嗯，让他来找东西啊，家人们，让人家塞完他来找东西。不许叫！他几个总愿翻咱家棍儿。没有蛋了，不能叫。这东西没有地方藏啊！这东西都没有地方藏啊，家人们。东西都没有地方藏了，我放花盆这边吧，行不行？放花盆这边啊，看谁能找着啊！放花盆那边去。怎么没看小狗？小狗在这儿呢。小狗他们在家里睡觉呢啊，在这儿呢。沙发咬坏了，对，沙发咬坏了，人咬坏了。哎，这大包子。大包子，你干啥？大包子偷吃零食呢？你看包子喜欢吃这个啊，俺那包子嘎嘎喜欢吃咱烘干羊肉片，看看造可香了，百这个烘干羊肉片它是百分之百肉的，老铁们啊，百分之百的肉，看什么？包子造的嘎嘎香，老铁们，鸭肉片，家们啊，鸭肉片是59一斤，59一斤，两斤109米，你看造的嘎嘎香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搜搜搜搜搜，三着了，三着了，你三鼻子太灵了，俺这只能算俺这三的鼻子太灵了。哎呀，我靠，我怎么没看明白呢？啊，我咋没看明白呢？这到底谁找着的这地方？啊？石榴吃了，这东西到底谁找着的？石榴，应该不是 Seven 找着的吧？啊，石榴捡漏了，家人们，你们看明白谁找着的了吗？Seven 找到人石榴给吃了啊，这把不算啊，这把不算，咱们三局两胜啊，让石榴吃了我没看见，咱这么的啊，家人们啊，是让谁吃了的就算谁吧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你别管是谦让不谦让了啊，别管谁找到了啊，是让谁吃的就算谁的了。三小石榴进来，石榴过来，来，我再拿一片啊，加上这一片里边有80片啊，一斤里边就80片，老铁们嘎嘎划算，你看百分之百的肉，老铁们想买烘干鸭肉片的话可以拍一单，来进来，来石榴进，三个进，三个进，三个进去，三个进去，来三个进啊，他的同时发现只能说让石榴赢了啊，家人们，三万别叫唤，哎呀，人家三万可愿意叫唤了，这么愿意叫唤呢啊，我就放这儿，我放这里头，哎，这么的啊，我也不放这里头了，这么的，我把零食放这儿，然后让我给它扣上，你看谁能找？这回简单吧？这回简单吧？是不是？哎，三万，搜吧，搜吧，搜吧。开始瞎闻了，三文开始瞎找了，搜搜看谁聪明，完了石头找着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差一点差一点，闻了，三文闻着了，闻着了，完了，闻着闻着闻着，这回真闻着了，这回真是找着了，这回真是三文找着的啊，家人们，这回真是三文找着的啊，这一般别的狗找不着，真是一般别的狗指定找不着啊，三万开抽屉，看到吗？三万厉害，一般别的狗真找不着。烘干鸭肉片是五，烘鸭肉片是59一斤，
2斤99米家吗？啊，100%的肉，再来一个。包子又在偷零食，你看包子又在偷零食，包子又在偷零食，我给你一个不就完了吗，大包子。我给你一个不就完了吗，自己搁这偷，你看看啊，一包有80片家吗，啊，70-80片，老铁们，500克一斤装，老铁们啊，一斤才69米，来过来，来再来吧，三来过来，来再来一把。看三幺这把能不能找到，三幺进，三幺进去，来进去，好。这回放一个难一点的地方啊，家人们，我这回放一个难一点的地方。三幺真能叫唤，我放这儿。你别告密。你说他能找着吗？你说他们谁能找着这地方？啊！反正我找不着。1、2、3，这小子闻味就过去了，看着。哎呀，闻味就过去了，哎呀，小石头找着了。石榴赢了啊！是不是这不石榴赢了吗？家们，是不是石榴赢了？三位找了一回，小石榴找了两回，啊？是不是石榴赢了？第一个是三位找着的。咱不玩了，家毛，咱不玩了啊！第一个是我不管谁是找的，然后第一个肯定是 seven 吃的，肯定是小石头吃的，家们。就这个零食，他如果能抢到，他如果能知道在哪儿的话，他肯定会当仁不让，知道家吗？他肯定不会说把零食让出去给别的狗吃，知道家吗？我感觉第一把肯定是小石头先找着的，啊 ，seven 如果能找着的话，他肯定不会当仁不让的让给小石榴。啊，所以家人们，咱们只能判定啊，咱家小石榴赢了，没毛病，家人们，只能说是小石榴赢了。啊，来下一把，小石榴获胜，家人们，小石榴获胜。啊，三怪来，三进来，三进来，来，三进去，进去，三进，进，三，进去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你必须得接受惩罚。下一组有我们家小迷糊和腐妞闪亮登场啊，1、2、3，我还没藏呢，研究啥呢，你俩在这会儿没藏呢，没藏呢就开始找了，是不是过来，还没藏呢，没藏呢，过来，来看谁也找着啊！包子吃了了，包子又吃了了一个，是不是？来，烘干鸭肉片，老铁们啊，100%的肉，没有任何的淀粉，家人们啊，500克啊，加500克一包，清热去火，为狗狗提供丰富的蛋白质，低热量，家人们啊，清热去火，鸭肉片。一包九成干，老铁们啊，90%的鸭肉片啊，一斤装，来过来，来过来，进，不许动啊，来，熟悉的两个宝贝，哎呀，我藏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我得让他俩知道，这个东西真不好找，啊。要不我还藏在这个地方吗？兄弟们，我还藏在这个地方吗？啊 ，seven 和小石头藏在什么地方？我还藏在什么地方？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啊，咱们公平，为了公平起见，家人们，咱为了公平起见，是不是放在同一个位置上？是吧？来，1、2，
一、二、三，搜。搜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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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搜，已经毋庸置疑了，家人，已经毋庸置疑了，让小猕猴蛋子给抢去了，老铁们，这个肉干啊，让家小猕猴蛋子给找去了，这才多长时间呢，家人们，这出来就找着了吗？这不是，这不刚出来就找着了吗？小猕猴这不完胜了吗，家人们？啊，那腐妞肯定是一把都找不着吧？啊，他为啥找沙发缝呢？我跟你说，腐妞为啥找沙发缝？因为腐妞找习惯沙发缝了。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你们想要啥的话，你们联系客服，家们有客服，有客服，客服蛋子在那儿，你联系客服啊。你们想要啥的话，联系客服就可以了啊，家人们，来，过来，来，进来，来。哎，我拖鞋呢？进来，来，进笼子，进去。好 ，OK 啊。感谢啊，感谢咱们三位一家啊，谢谢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三位，咱别叫唤了，行不行？啊，三位，咱别叫唤了，行不行？你可消停会儿吧啊，让他们几个也玩一会儿，行不行？这不是美女啊，来，一二三，三搜，你看他还会找缝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腐牛聪明，知道家们，腐牛聪明，聪明在哪儿呢？腐牛他知道跟着迷糊能有好吃的，知道吧？你看他知道跟着迷糊啊，你看他紧跟着小迷糊，看着了吗？他知道跟着迷糊有好吃的啊，你看看，你看，知道吧？哎，这把腐妞赢，老铁们，这把腐妞赢啊，家人们啊，看不着，因为这把是腐妞找着的，我刚才说了，谁吃着算谁找着的。对，家人们，我刚才是不是说了回购狗粮了？感谢啊，家人们，今天拍狗粮，明天就能发货啊！我刚才是不是说了，家人们，谁先找谁先吃着，咱就算谁找着啊！咱不能食言。刚才我说了啊，是小猕猴扒开的，但是呢，小猕猴没有腐妞的反应快，家人们啊，腐妞有自己的套路，腐妞他知道跟着小猕猴有食吃啊，这叫近朱者赤，对不对，家人们啊？他知道跟着小猕猴有好吃的啊，腐妞他也很聪明，咱不能说啊，因为腐妞这一特点咱说小猕猴聪明，其实腐妞也很聪明。感谢经过姐姐，谢我姐，感谢姐姐送来的礼物啊，咱们再给榜一姐姐点关注，给榜一姐姐点关注啊，家人们，猕猴也厉害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家人们说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啊，那是螳螂聪明还是黄雀聪明啊？是不是？进去来，进，捡漏王。好，我这回再藏那个位置啊，家人们啊，我这回再藏那个位置，他们指定是啊不好找。呀，这笼子里有人了，刚才一想藏这个笼子里头，但现在笼子里头有人了，是不是？啊。我现在换一个什么位置呢，家人们？哎，换一个简单点地方吧，家人们，好吧，换一个简单的地方啊。嗯，换哪儿呢？压这底下吧，压这底下，家人们，压这底下，看谁能找着啊？如果谁闻着了，谁扒这个桌子，咱就算谁赢。谁扒这个桌子算谁赢啊，家人们啊，看着吗？我藏这儿了啊，来，凳子上，不放凳子上，就放那个位置啊。一二三，搜。这他妈老套路啊啊！你要不然迷糊往哪闻？
小腐妞就往哪闻。小腐妞想自己单挑呢，你看。啊。小心刀，没事，那刀啊，我跟你说那刀啊，那刀啊都没有牙快，老铁们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。啊。咱家那刀也顶多也就能切切水果，切切蔬菜啥的，别的啥也切不了。搜。那刀炖成什么程度了，切面都费劲。那刀都已经跟咱多少年了，老铁们，这把菜刀至少跟咱们得有六七年了，这个菜刀一直用这把菜刀。啊。搜。他们扒拉那块我就过去了。他们扒拉那块的时候我就过去了，我还能眼睁睁看他把刀扒拉下来呀，不可能。搜小牛蛋，搜。咱不给他指示啊，不给小牛蛋的指示，家们啊，我离小牛蛋远点啊，我离小牛蛋远点。搜。哎，牛蛋子，搜。你看小牛蛋找的厉害，你看。嗯，小牛蛋找什么呢，你找什么呢，牛蛋子啊，这就有点难了。啊。搜牛蛋子，哎。咱别叫唤了，真的整场就听你在这叫唤。啊，搜。找着了啊。小牛找的认真，说实话家人们。就算谁也没找着的话，咱得。我靠，我去，这不差一点吗？这不擦肩而过了吗？家们，这不是？有点高，不好找。啊，欢迎家人们啊！想买烘干鸡肉片的，烘干鸭肉片，家人们啊，一斤装，一斤烘干鸭肉片啊，59米一斤。小明大的搜，这个这么难吗？腐牛已经放弃了，腐牛已经放弃自由了。观众家们，他以为我逗他玩呢。一会儿小迷糊蛋的，就是他如果找不着的话，我也给他奖励啊，家们啊，看不着？小迷糊找的特别认真，来，脑袋太轴了。搜，我把刀拿走，他不就看见了吗，家们？对不对？我现在我去拿刀去，他们不就知道在啥地方了吗？我不能等于告密一样吗？是不是？你看吧，来，你看吧，我如果把菜刀拿走的话，是不是？这不等于告密一样吗？这不扯淡呢吗？这不是？这把不算啊，告密了这把。这刀不快，老铁们，这刀不快，然后没事儿啊。这刀都炖成啥程度了？嗯，虎牛真讨厌，老抢。给小牛奖励，给小牛蛋一个奖励，来，给小牛蛋一个奖励啊，给你一个奖励，牛蛋子，来，小牛蛋一口没吃着呢，是不是到现在？啊，家人们，咱我再来一把啊，定胜负了，家人们啊，想买烘干鸭肉片的家人们，鸭肉片500克啊，手工无添加烘干鸭肉片，同学们，手工无添加烘干鸭肉片，清热去火，家人们，清热去火啊，一包满满一大包，一包里边80多片，家人们啊，哎。你们有需要的话可以拍的，59一斤，两斤109米，家人们，2斤109米，那进来来，牛蛋进来来，啊，我这回藏个简单地方啊，这回咱藏一个简单的地方，家人们，藏在什么地儿呢？咱藏在这底下吧，爱谁谁啊，藏在那底下啊，啊，1、2、3，搜。
你看，虎妞非常用心的找啊，虎妞也很用心的正在找东西啊，看看了啊，啊，这谁找的？谁找的？虎妞找的吧？谁找的？是虎妞找的？扒拉的针，福妞，同时你又找到的，我跟你说这零食福妞找不着啊，福妞拿不出来，她誓不罢休啊，啊，福妞蛋子找不拿不出来，誓不罢休啊，啊。没事没事，嗯，这跑步机挠不坏。佳美，你说算谁的？谁也没拿出来呀，谁也拿不出来呀，谁也拿不出来呀，这算谁呀？哎呀，急死我了，这给我急够呛。哎呀，真着急呀！一人一半，一狗一半，谁也不算，重来一次。谁找着算谁的啊？谁吃都算谁的。来，谁吃都算谁的，加油！这得抠一晚上啊！一人一半了啊，家们，一人一半了啊，这把谁也不算啊，谁也拿不出来，看谁也拿不出来。起来，起来，谁也不算，一人一半来。啊，这把不能算啊，再来一把，给虎妞一个，给我一个，这回放一个简单的地方啊，然后这回真放一个简单的地方啊，这个纯这是纯靠嗅觉了，这把纯靠嗅觉了啊，那以前纯靠猜，现在纯靠嗅觉，来家人们，来进来，来进来，虎妞来进来，虎妞进去，牛大进去，来纯靠嗅觉啊，老铁们啊，这回谁先拿着家人们就算谁的 OK。那么谁先拿着算谁的，里边呢啊，看见了家吗，这里头呢啊，来定胜负，三二一开抢，小牛是正儿八经找东西，虎妞嘛他不找，他跟着小牛，小牛在哪去他上哪去，你看小牛是导盲犬，虎妞嘛是瞎子啊，虎妞把小牛当成导盲犬了，看着，哎，小牛往哪去，虎妞就往哪去，爱谁谁，哎，我谁也不跟，我就跟你，哎，我就跟你，啊，搜牛啊，搜在哪儿呢？牛蛋子，抓紧搜一搜。小迷糊啊，小迷糊，我看看迷糊蛋子是不是迷糊蛋子赢了啊，家人们，迷糊蛋子赢了啊，对不对，你谁也没玩赖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，谁也没玩赖啊，小迷糊蛋子赢了，接下来咱们该看我们家的啊，家人们，压轴选手了，谁是压轴选手，老大和俺家老四，家人们，咱们点亮，咱点点亮 ，T 三点点点亮，好不好？家人们 ，T 三点点点亮啊！带着狗子玩游戏啊，家人们啊，是挺累的，家人们，来，快牛蛋子，牛蛋子来，牛蛋子，
名单进来，来，老四和老大闪亮登场，来，老小明进，小明进，小明进，快进，快进来啊！接下来由我们家老四和老大闪亮出场，哎，出场来，他俩是谁都找，他俩谁都找家吗？啊，老四和老大他们两个谁都找，咱看他俩什么样啊？漂亮帅气的姐弟俩啊，还没开始呢，老大老四，老四老四过来，来，还没开始，老爷还没藏呢，你俩在这比划啥呢？老四老大，你俩在这比划啥呢？没找呢，还没开始呢，来等会儿呢啊，咱先找一个简单点热热身，兄弟们先找一个简单点的热热身啊，来，先给你俩印一个奖励吧，行吗？开，来，喂喂，找这个东西啊，找这个东西，知道吗？啊，烘干鸭肉片一精装无添加，那么啊，有需要可以拍的啊，纯手工制作的无添加，手工无添加鸭肉片59一斤啊，109米两斤，鸡肉片是55一斤，两斤99，来，进来，来，进来，来。先找一个简单点的啊，家人们啊，谁能吃着算谁赢，兄弟们啊，这首歌我放在这儿了啊，家人们，谁吃着，谁找着算谁赢啊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怎么东西奔沙发去呢？这什么习惯呢？你说啊？这俩蛋子，老大蛋子，老四蛋子，快，啊！家人们，你们知道咱闲唠嗑，你们说这个蛋子这个词儿，蛋子这个梗是从哪来的？你们知道吗？家人们，那个地方刚才藏过零食啊，老四，这地方没有，老四这边没有，这边能有吗？这里边啥也没有。皮蛋子，家伙，从皮蛋那块来的，皮蛋子啊，小迷糊蛋子，皮蛋子，小迷糊蛋子，四迷糊蛋子啊。哎，老大啊，老大找着的啊，家们，老大找着的啊，老四还在那抠他呢，还在那抠呢，老大，老四，人都找着了，你看看。人都找着了，你在抠啥呢？你在抠啥呢？还抠呢？还抠呢？人都找着了，啊？人老大都找着了，我跟你说，这跑步机是有味儿，知道吧？我把这个味儿串下去。嗯。好，现在没有味儿了，现在应该没有味儿了，我估计。刚才有味儿，知道吧？老大越来越聪明，老大赢了啊！加油，老大赢了！下一把来，下一把，这么简单？你说这么简单，找了半天，你什么玩意儿？你说啊？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家人们，咱们点点亮啊！有想买大米的家人们啊，待会儿我可以拍张咱家大米，大米58块钱十斤，来自什么地方？家人们，咱家大米不是。来自火山岩上的大米，家人们，火山喷发形成的土地，家人们，就是火山岩啊，长在火山岩上的大米，家人们，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一单啊，58块钱十斤，哎，这回我在藏那个位置上，家人们啊，这回位置都一样了啊，我还藏在这个位置上，还藏在这个位置上，家人们啊，看谁能找到啊，花盆这个里头啊。长粒的，家人们，长粒香啊！咱这石板大米，产自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啊！来，一二三，搜！搜搜搜搜搜！
这是老四人。搜搜搜搜！这里边的没有，我的妈呀，这怎么都找什么这底下呢？这里边能有吗？搜，上别地方搜一圈，去上别地方搜去，没有，老四。哎，你俩真较真儿啊！你俩是真行啊！啊，老四，搜上别地方搜去。真的是梗，真轴。老四比我，老四他俩比我都轴。鼻子真尖呢，刚才有味儿，你看。老四，上别的地方找去。擦一下，你让我擦哪儿啊？我也闻不出来啥味儿啊。你让我擦，我都不知道哪块有味儿。我都转一圈了，我都不知道转哪儿去了。你让我擦哪儿啊？这组合不废了吗？这不组合啊，老铁们，这组合不废了吗？这干啥了？你们这是啊？啊！大米58块钱十斤，东北石板大米啊，产自咱们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，长粒的啊，焖出来米饭不香，直接退款，老铁们啊，焖出来米饭不好吃。无条件给我退款，直接退回来啊！重新关起来再搜一下子，来，关进来，进老师来，拿进去，拿，没有劲儿了，他俩没有劲儿了，必须得重新关起来。我喊三，他俩才有劲儿啊！看着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他俩才能有劲儿啊！那他妈滑倒，这他妈还能滑倒，我的妈，真有才呀，你俩是真有才呀，啊，你俩是真行啊，老四是真行啊，是不是啊，搜搜搜，哎呀，看家得累死。老四，搜搜，换个别的地方。老四，过来上这片找，这一片。老四，这片找，老四找找，搜一搜，搜吧。你俩的智商只能说1:1。老四和老大他俩的智商只能说1:1呀、啊，家人们，也别说1:1了，应该说一个是半斤，一个八两。啊，一个半斤，一个八两。嗯，这帮老四找的啊，这把四哥找着的啊，这把是啊，老铁们，不知道该没找着，四哥已经摔了一跤了，这把是老四找着的啊，沙发都造了，那沙发坏废了，这沙发废了。老四找的啊，咱们他俩现在1:1了，最后一把啊，决胜局，最后一把决胜局，这回放个简单的地方，我可别整的那么难的地方了啊！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老四来，老四来，过来，来，进来，过来，来，进来，四哥进，四哥进，这回让他出乎他俩意料，这回我让他俩出乎他俩意料，我藏沙发缝里头，啊，我藏这个沙发缝里头。他俩肯定不会找沙发缝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你看他这走远山的跑步机那会儿去哈。啊！感谢送来的礼物啊，家人们，待会儿不用送礼物啊。
搜。找着了，老大找着了，老大找着了，不用寻，老大指定找着了。哎，老大没找着，老四找着了。哎呦我靠，这鼻子真不好使啊！他俩这鼻子是纯是假鼻子，是不是？老四和老大他俩这鼻子纯是假的，假鼻子啊，啥玩意都找不着。搜，家人们，咱俩压缩毛巾啊，想买压缩毛巾的，9.9元20枚，19.50元50枚，29.9元100枚压缩毛巾啊。过来，上这儿来找，上这边来找，上这半场，那半场没有，过来上这边来，搜，看谁聪明，马上找着了，就在沙发上，你看你上那地方找什么玩意儿呢？你们沙发上，对头，对劲，哎，对，擦肩而过了，行了，老大找着了啊，肯定是老大，哎呦他妈，老大没找着，哎呀，我太相信老大了，老大多次与零食擦肩而过，哎呦我靠，老大啊，家人们啊，老大找着了啊，老大找着的啊，家人们啊，有洗手液吗？洗手液没有，洗手液卖完了啊，咱们把胜利的三位，家人们，谁呢？一个是小迷糊，一个 seven， 是不是？一个小迷糊，一个 seven， 老四回家，来，老四回来，老四来 ，seven。出来，老四回家，啊，回今年，牛蛋子出来，牛蛋子，啊，好，他们三个赢了啊，他们三个赢了。这他们三个是咱们家的找零食能手，家人们啊，他们三个来今天的决胜局，看谁能拿第一名，老铁们看谁能拿第一名啊！我把零食藏在什么位置上呢，家人们啊？感谢我姐送来的大飞机啊、哦！我这回我把零食我就放在我的啊。不能放在这儿，家人们，放一个难度高一点的地方，放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石头赢了，刚才谁赢了？刚才迷糊赢了，家人们，小迷糊赢了，小石头赢了，石头赢的第一局，小迷糊第一，石头赢了，小石榴是吧？来，快来，迷糊进来，迷糊蛋子，回去，不是你，整岔皮了，去进去，快进去。啊，失误了啊！报告失误，家人们，应该是小迷，应该小石榴是吧？我忘了，家人们，小石榴来，小石榴出列，又还得你狗，哎，操你哥的，那狗，那猪脑袋挤成狗脑袋了，来，老四，进去，老四回来，回去进去，老四回去，哎，操你哥。老四进去，还挺能往外挤，应该关seven。我想想啊，家人们啊，我想想，第一局seven和小石榴是吧？啊？小石榴、迷糊和老大，赛文不是输了吗？啊，整傻逼了，家人们啊，整傻逼忘了啊！哎，现在我这么一寻，还真是。三文进去，三文你没找着，你回去，你没找着。迷糊蛋子出来，石榴蛋子出来，来，这回。这回对了吧，家人们，这回对了吧，啊，这回对了啊，这回对了啊，我估计啊，小迷糊能赢，兄弟们，我估计小迷糊能赢，你这个组合指定小迷糊赢，那不用寻思了。
这个组合指定小牛大的赢。啊。家人们，你们又想买辣白菜的啊，辣白菜是拍一发三斤，东北辣白菜拍一发三斤，来一袋一斤，一共三袋，来老大进。哎呀，放在什么地方，刚才找过的地方，家人们咱们放刚才找过的地方，这么的吧，家人们我有一个好办法，我放到这块，老铁们我放到这块啊，然后呢我用它压住它，我看谁能找着。我看谁能找着，就缠着这地方啊，看谁先闻着这地方吧，咱别说谁先拿出来了，咱看谁先闻着这地方吧，行吗？一二三走。嗯，没闻着。哎，这个不好整啊，不知道谁呀、啊？啊，这个不好整啊，谁先过去的？小牛先过去了，他同，我感觉他俩同时过去的呢。啊，是不是？我感觉他们俩好像同时过，谁先过去的？看看吧。迷糊，老大，迷糊最牛逼，迷糊这是真鼻子呀！啊，迷糊，迷糊蛋子，这组合猜一家可以，不是说谁吃了算吗？再来一把啊，家人再来一把啊，三局两胜啊，三局两胜啊，快来快来进来，来进来，来进来，进进进，迷糊蛋子来，迷糊蛋进来，老大蛋子进，嗯、哦、哎呀，放在什么地方呢？这回我放在这地方，盆一扣，爱谁谁啊，爱谁谁，来一二三，这回看谁找着，这回谁找就是谁的啊，这回谁找就是谁的啊，我估计没准是老大蛋子找的啊，那会儿没有了，那会儿没有了，快搜别的地方，那会儿没有了，快扫快扫，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了，让三位参加，三位已经输了，老铁们，三位已经输了啊！家人们有需要深海鱼油的啊，咱俩鱼油49块钱两瓶啊，49块钱两瓶鱼油啊，老铁们啊，嘎嘎便宜，想买深海鱼油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我的妈，哎呀我的妈，哎呀我的妈呀！差点被俺这小石榴蛋子找着，鱼油两瓶啊！主办方忘记说零食赞助商了，零食赞助商由咱们家，家人们啊，咱咔嚓一下子啊！本节目由啊手工无添加宠物肉干特别赞助，家人们一包烘干。小明，我咋了吧？啊，等会儿等啊，一包烘干加热片，老铁们，一包烘干加热片是啊，59米一斤，两斤109米啊，家人们，烘干鸡肉片55米一斤，两斤99米，家人们啊，2斤99啊，无添加100%的肉啊，由咱们家啊无添加零食特别赞助啊。狗粮还不发货，家着急的话你们联系客服，让客服明天给你发货啊，搜搜，谁没找着呢，干哈呢你们几个呀，真是的，你遛弯呢，你看只有老大能找着，哎，搜搜，马上了啊，快搜，
特别鸣谢赞助商啊，欢迎大家选购大公主最爱的鸭肉干鸭肉片。怎么找着呢？这么简单找不着，你那鼻子都是假的呀。啊，那鼻子都是假的呀。这儿呢，名单呢？我这找，我这找。老大，迷糊真没闻着，小迷糊真没闻着，家人们，啊，盆扣不住味道啊，家人们，盆可真的扣不住味道。这个组合真让我上火。老大来，老大，你看这，这有没有？老大看搜搜，看你们能不能找着。竟然没闻着，小迷糊已闻了好几次，竟然没闻着，看着吗？老大找着的啊，家人们，老大找着的。为什么说老大找着呢，家人们？因为小迷糊蛋都闻过好，闻了好几次没闻着，他闻了好几次没闻着，老大过来闻一次就闻着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没偏向老大吧？老大过来闻一次就闻着了，小迷糊过来好几次他都没闻着，是不是？老大闻到了，所以老大才有以下的动作，老大才有其他的举动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啊，所以。咱们今天的胜利者是我们家老大啊，家们，哎，恭喜老大！小石榴鼓励奖啊，牛蛋子，牛蛋也给你个鼓励奖，来，牛蛋给你鼓励奖，老大来，老大来，老多给你几片，老大来，过来来，多给老大几片啊。老大来，多给老大几片，好，老大真聪明啊！再给老大奖励一根香蕉，再给老大奖励一根水果，啊，哎呀，老大最喜欢吃的香蕉，老大赢了，家人们啊，啊，参与奖小迷糊来，老大来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，还有香蕉呢，老大看，赶紧吃啊，老大啊，谁也不给，水果谁也不给啊，水果谁也不给，来。哎呀，大伙吃，老大喜欢吃香蕉。你看老大蛋子，老大蛋子聪明啊，家人们，啊，老大来。哎呀，老大蛋子真聪明，完了恢复好了，给三个点吧，大公主真棒。哈哈，老大获第一名啊！是老大获第一名啊，老大真棒啊。好了，昨天的第一名是小迷糊，今天的第一名是俺家老大蛋子，家人们啊，恭喜咱老大啊，特别感谢咱们家今天的赞助商啊，家人们啊，有想拍咱家这款小零食的家人们啊，烘干纯手工无添加烘干鸭肉片，家人们啊，有鸡肉有鸭肉啊，你们可以拍呢咱们家狗的同款这个小零食啊，家人们。一包里边有80片，老铁们全是整个的啊！看看家吧，看里边烘干鸭肉片好不好？咱就看烘干鸭肉片好不好吧？家里有狗的啊，想买一款含肉量高的零食的家们都可以拍啊，都可以拍这个小零食啊，满满一大包，没有碎的，全是整装的家们，没有残次品，咱家这烘干鸭肉片没有残次品啊！别蛋子蛋子太难听了，哎呀叫习惯了家们，叫习惯，石榴蛋子来，石榴。不叫蛋子了，那你就不叫蛋子了，不叫蛋子了。石头蛋子来，石头可以叫蛋子吧？啊，来老大，没有你的了，明儿不给你了。啊，给你看，别的狗有参与奖，啊，别的狗有参与奖。来看看小狗，他们三个是胜利者，家们啊，所以给的要多一点。啊 ，seven 也。seven 有零食吃了，干嘛呀 ？seven， 啊，来 ，seven 蛋子 行吗？家人们，我听听你们的意见，啊，我听听你们的意见，你说叫 seven 蛋子行吗？哎，虎妞叫蛋子行了，你们虎妞蛋子，啊，是不是？老四不叫蛋子了，以后老四不叫蛋子，啊 ，seven 不叫蛋子，老大不叫蛋子，行吗？其他的三个全叫蛋子。石榴蛋子、迷糊蛋子以及腐妞蛋子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腐妞以后叫蛋子，小石榴、小迷糊以后叫蛋子啊！哎，这帮小狗咋出来的？
一出来就尿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头疼啊！这一出来就开始尿啊，就开始铲屎啊！啊，烘干鸭肉片，下方小黄车啊，家人们想买烘干鸡肉片，咱可以拍一单啊。可以，怎么叫？怎么亲？怎么叫？啊！完了完了，又他妈找老大去了。你说这咱咋整吧？哎，这怎么又出来找老大去了？真不好听，不叫了，那不叫了，家人们。嗯，我觉得叫迷糊蛋的还挺好听，是不是？找妈正常，哎呀，我是想给他寄奶，知道吧？我是想给狗狗寄奶，并不是说不让他们找妈妈。我怎么能不让他们找妈妈呢？老大也想找孩子，关键这帮小狗现在他妈也太大了，老大也不知道。老大也不知道躲，你看看家人们，老大主要他不知道躲，他要知道躲就好了，啊，他不躲，他就在这等着小狗吃。老爷明天去外面呢，去吗？啊，明天呢？啊，明天上外面那去呗。嗯，盛情邀请是不是？咱去呗。啊。问干爹，那谁，那个二迷糊爸啊，这么热情是不是？哎，都跟你们说了，老铁们都跟你们说好了啊。我寻我都没说，我寻他说好了是不是？迎接我们家老大，迎接老大去啊，这马上老大去，别的狗不让去，老铁们啊。让老大看看姑娘，看看姑娘，看看外孙子，啊，看铁蛋子是不是？让老大看看，啊，老四看不看屋子？老四不知道啥玩意儿，老四也不知道啊，家们，老大知道咋回事儿，老四不知道咋回事儿。seven 去就是说玩儿，小明跟小明更没关系，跟seven跟小明没关系，跟seven也更没关系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么大的还吃奶呢？不知道，家人们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啥时候，应该上午。好了，回去吧。好了，回去吧。老大回来，老进来，我给喂狗了。喂，老大进来，老大快躲着点。老大不躲。老大进来，老大来，进来。老大进来，老大进。老大愿意进，进什么迷糊蛋子？来，老大进。啊！我等这帮小狗尿尿啊，赶紧尿，赶紧尿，尿完之后赶紧关起来，快，赶紧尿！哎呦我的妈，真吓人，这尿的！抹点药，抹啥药啊？你说抹什么药？抹苦胆呢？啊？抹点药就不吃的？抹苦胆啥的呀？他也吃，他哪能？他跟小孩不一样，小孩可能不吃了，长记性。小狗哪长记性啊？那狗改不了吃什么玩意儿？家们这是啊？你抹药的话，老大该舔了，知道吧？是不是？老大该舔了。以前老房子的时候，老爷天天叫我们杀老大，杀老大好听吗？家们，咱就叫杀老大好不好听？我之前总叫杀老大。快快快快拉拉拉完之后，赶紧回家。啊，拉完之后赶紧回家。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直播间。小五真可爱，能走能跑了。这是这么味儿，你们能少点拉不？啊，能不能少点拉？趁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再拉啊。
是不是？你看又他妈整一泼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你说一会儿一泼，等会儿啊，能不能等我不在这屋的时候你们再拉？干什么玩意儿？欺负人呢这是？啊，都没抠手指盖子里头去了。啊啊！还有，我一天以后给你们造两顿饭吧。行了，以后不吃三顿了啊，这擦不起啊。这第几波？我想知道家这第几个了？第几个了？第几？第四个吧？第几个？啊？哎呀！第四个吧？五了？第五个了是不是？那行了 ，OK 了，没有了。这回直接可以关进去了。那真的没有了吧？啊？还有没有了？还有没有了？还有没有了？有没有上厕所的了？洗完手出来还有？没有了吧？没有了，赶快回屋！啊！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家人们想买狗粮的啊，咱家冻干五品粮。啊，适合所有的狗狗吃，啊，咱家狗粮不挑品种，家人们，啊，鲜鸡肉配方，含肉量 35%， 适合所有狗的吃，狗粮不吃包退，老铁们，啊，粗蛋白大于等于 24%， 啊，家人们，想买狗粮的，咱们都可以拍单，家人们，看小五啊，你们想看小五，小五没事了，家人们，反正小五蛋子。走道也利索了，能吃能喝了，还能拆家呢，谁也不怕啊，他净欺负别人了，小五蛋子净欺负别人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小五蛋子。是不是小五蛋准备拉屎呢？小五蛋子是不是准备拉粑粑？拖布都没洗。我一般都下。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我要在直播当中，我要洗又洗这又洗那的，我这场直播啥也别干了，真的，我这场直播啥也别干了。就像地下，我都应该用笛子除臭剂。刚才他们拉完之后，我都应该用笛子除臭剂，我应该擦一遍，知道吧？啊，我这场直播又头拖布，又擦地，又喷笛子除臭剂，这场直播啥也看不了，知道吧？像这些活，我一般都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啊？能不能别拆了？虽然说咱家沙发拿不出手了，但是这沙发啊，他也能坐一坐吧？啊，他是不是能看一看，能坐一坐？才多大点啊，你们几个就开始拆我的沙发？哪个是小五蛋子啊？小五蛋子是这个，小五蛋子，这个小五啊。靠近我这个，对，就他站起来，这个，哎，站起来了，拉拉麦吗？私信我家，私信主播啊，想买拉布拉多的好朋友，待会儿私信主播，咱家只有一个公犬了啊，只有一个公的啊，家们，小老二，腿好了，腿一点事没有，嗯。说还得继续补钙，他那不是缺钙的事儿，家人们，知道不？
他那平胸跟缺钙没关系，人家说跟缺钙没关系啊，知道吧？平胸就是啊，天生那个那个肋巴上那什么骨，家人们啊，他受压迫，知道吧？啊，就不让他总压着就没事了，知道吧？不让他总压就没事了。现在平胸好了，现在小五蛋的平胸已经好了啊，已经没事了啊。要狗宝上私信主播啊，扁平胸，对，小五之前就是扁平胸啊，所以他不会走，他站不起来。你看现在，大家看着吗？现在一点事没有了。现在，你看这块儿都已经好了啊。之前大家伙知道吧？这个地方完全是平的，就这块儿它都没有凸起来，这一块儿知道吧？从这块儿开始全都是平的啊。然后这是慢慢板过来的，知道吧？小的时候板过来板得快。他如果小的时候没人管的话，家人们一直在那趴着睡觉的话，他如果一直在那趴着睡觉，没人管的情况下。家人们，小五蛋子他肯定好不了这么快啊！长这么大了，真可爱。小牛这是几个小狗的大哥，这帮小狗应该都管他叫大哥，这帮小狗应该都管他叫大哥。家人们，小牛是俺家啊，是大哥大哥的头啊，这帮小狗头，他们一个，他们是一辈儿的。老四嘛，家人们，这老四的儿子嘛。小明是老四的儿子，这帮小狗是啊，跟小明是一辈儿的啊，所以小明是他们的大哥啊。以后老四有儿子，老大有儿子，有姑娘有小子啊，家们啊，小明都是大哥。来，过来吧，过来吧，进来吧，来。你们猜谁没进来？我跟你说，我都不用猜，我都不用猜，我就知道谁没进来。那肯定是小迷糊没进来啊，小四迷糊没进去。你看，你看，简直小四迷糊，小四迷糊每回都是最后，哎，往哪儿跑？你为什么每回都不往里边去啊？你是反应慢吗？你还是听不见啊？每次都是你最后一个，你是不是反应慢啊？你还是不想进去 啊？你还是听不见，你还是因为懒啊？我问你呢，你想干啥啊？小小四，嗯，啊，小小四，嗯，啊，小小四，问你呢，问你话呢，我问你话呢，为什么你呢永远都最后一个呢？小小四啊，小小四，问你，问你，问你话呢。我问你话呢，问你话呢，嗯，嗯，膈应你，嗯，又回去了，鼻子干了，没事儿，小狗鼻子都干，他们几个还行，不干，他鼻子不干呀，看看他鼻子不干，你瞅着看，他鼻子不干。啊，主播什么时候有猫粮？猫粮的话，过两天猫粮啊。行了，别吵吵了。过来，杨老师来，进来。啊，哎呀，这一天。老师出来。没看小老大，小老大在里头呢。什么时候有猫粮？没有猫粮，没有猫粮，家人们。啊，出来来。有别的猫粮啊，家人们，过两天给大伙上。有别的猫粮，肯定这个星期肯定有。这个身体肯定有猫粮，家人们啊！一个小猫从小就让它跟狗狗在一起，小猫咱也不往这儿留，家人们啊，小狗咱也不往这儿留，家人们，我之前我不跟你们说留狗吗？
但是啊，家人们，小狗不在这留啊，家人们，你们不要误会了，好像是三文爹把狗留下来，不在这不还不让你们看，咱家留不了狗了啊。我留的话，我也是给它放到店里头去养，我不放在这个地方养啊，家人们，因为咱家狗太多了，养不了那么多啊，家人们，三文爹不是万能的了，知道吧？咱家这些狗，我每一只狗都想留，但是家们啊，情况不允许，现实它不允许留那么多狗，知道吧？就算我留了也不在这地方养，明白家们？只不过是以后你们能看见啊，但不是天天都能看见啊，家们。咱家留不了那么多狗，老铁们啊，我能力有限，我能把咱家这帮目前他们六个狗照顾好，卫生保持好啊，是不是家们？哎，吃喝保证好，是不是啊？就可以了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狗太多了，忙不过来。我现在整场直播我都在铲屎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你要说咱家如果再留两只狗的话，再留一只狗，那肯定是整场直播太麻烦了，我自己一个人直播，咱直播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团队，知道吧？别想那么远了，理解他老爷啊。以后我要把哪个小狗送走了，你们也理解我，好家们，你们也要理解我啊。开饭，等会儿啊，去拿饭去。没有饭了，没有饭了，我就倒凉去。来，手机支架没了。哎，我手机支架跑哪去了？啊，包子，你看我手机支架了吗？啊？完了，手机支架没有。手机支架呢？这帮小狗啊，这帮小蛋子。都让他们几个给啃没了，手机支架，啊？都让这些狗蛋子给我啃没了，啊？完了，今天没有手机支架了，怎么办？家人们，咱吃大锅饭吧，是不是？这怎么出来的？啊？快来，进来，来！来！哎，百度一下越狱了。哎，我的手机是这样的，我还得重新买这个头。这头也不能没有了呀。头也不能没了呀。包子，你起来，包子，起来，去。你起来，你起来，我看找找，我找找，是不是在这儿呢？是在这藏着呢，包子。你看你往这上边，你说你往上你也不动的，往上一排排也不动的，包子。问小迷糊，问谁也白费呀？没有啊，没有支架呀。
啊，那你们先吃了它 ，yes， 别剩了它啊。好了，不能打仗啊，不能干仗，你们几个啊。不行，没有思家不行，没有思家整不了，没有思家整不了，我只能给他们吃大锅饭了。分不了盆了，吃大锅饭吧。我还去拿狗粮去。手机也不能带着呀。不喜欢到汪星，三万能好好的不？三万，你看非得。吃不就完了吗？上这来吃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干啥呀？这是啊？对，你们几个一圈。哎，对，石榴，小明来，小明过来，明蛋子，福妞，非得跟三文抢。可以踢我呀？他说什么，家人们？他说啥了？
他说什么玩意儿没回复他呀？我看说啥了没回复他？我看一下子啊，你东西吃了吗？我刚才说啥了？没看见啊，家人们啊，没看见。有老六吗？没有老六，老六不死了吗？老六上汪星了啊！老六开始的时候不就没有了吗？那还说啥了？我看看。我不知道，我刚看见啊。三万，别叫了，三万，好了。哦，不知道，还以为你了不起呢。不是，三爷爹就是一个养狗的啊，我就是一个养狗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知道吧？社会底层人员，阿哥。我是社会底层人员，别跟我一样的啊！对，咱就是一个养狗的，明白吗？没看着你说话是因为滚屏太快了，知道吧？哎，滚屏太快了，没看见啊！咱就是个小拇手指头，知道吧？哎，好了好了啊，别吵吵了，裁判，你干啥呀？这是啊，三万不能叫了。好了，家人们啊，好了好了，不别说了，家人们啊，咱打六六六了，六六六啊，行了行了，都是误会啊，人没看见，正常，老铁们正常，谁都是一样的，知道吧？你咱直播间有谁总说话总说话，主播如果没看见的话都一样，谁都心里不好受，知道家人们啊？好了，家人们一样，咱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啊！换位思考，人要大度，知道家人们啊？咱不要小心眼儿啊！是主播也不是小心眼的人，咱三位家人也不是小心眼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？六六六六六六啊，家人们！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好好好了好了好了，家人们，感谢大家伙儿。哎呀，刚看看你们几个想干啥？大狗一点吃东西，你们就想掺和？你们不吃完饭了吗？吃完饭都拉了几波了？今天都啊？你们都拉了几波了？晚上吃完饭了，你说你们几个吃饭也快，消化的也快啊？这翻脸比翻书都快，你们几个啊？嗯，孩子们着急了，在外面啪啪在那吃东西，他们几个肯定瞅着着急。好了好了好了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小老三跟老大小时候长得可像了，真的。你们没见过啊？我有个账号叫什么 Seven 大当家，老铁们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 Seven 大当家那个账号。那个账号里边有老大的小视频，老大的视频，知道吧？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子啊，家人们，小狗们不要这么急，他们着急吃东西。我给你看啊 ，seven 大当家那个账号，你们。俺家老大小时候啊，三五大当家，哎呀，可能没有了。那我唱歌的，有啊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家小老大小时候。这个时候，咱别讨论别的，没有事了啊，家咱看看狗吧，看这小老大啊，这老大什么多大的时候呢？7月26号，家人们，7月26号，也就是说马上两个月大了啊，正是他们现在这么大的时候。你看，家人们，正是他们现在这么大的时候。这，啊。看不着，你看这老二，老二不像，老三像，老三，你坐起来，
老三，你站起来，老三，看着。老大，没有小老大的哈。嗯，老大那以前长得，老大以前的时候长得比较萌一点，看见没？啊，这老大那时候长得比较萌，看到吗？眼睛啊，水灵灵的大眼睛啊。哎，老大，你家狗卖吗？你们想买狗的话，私信我家吧，啊，私信我一下子啊，私信一下家吧，啊，白的最可爱，老大是最白的，这个是谁？你们还能认出来吗，家人们？啊，这旁边的这是老四吧？我没猜出这是不是一个老四啊？镜头最后边那个是不是老四？这个是老四啊？我都忘了，这个是老大，肯定是的啊，家人们，这可能是老大，看到吗？这应该是老八，这老八干别的呢。你说那个时候多好玩哈，家人们，你说那个时候多好玩，三文一下生这么多啊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也是老大，妈，这双鞋我还记得，我这双鞋呢，我都忘了这双鞋了。这是老大，这多长时间？八月份。老大小声，不是咱家这些小狗，一个老大长得好看，一个是老二长得好看，老大和老二他俩长得嘎嘎像啊，还是老大好看。这老大刚出门不敢下楼梯。哎呀，我先走啊，小老大。他明天他不敢下。有那么可怕吗？下来，老大，快往下走。老大第一次出门的时候。这是我们家小老大第一回出门的时候，他竟然不敢往下下，你看了吗？嗯，他们也不敢往下下，没出过门，没下过楼梯，都不敢往下走。这个样他就像老大了，是不是家们？这从几个月开始？这是八月份，八月十三号，三个月之后啊，家们啊，这帮小狗，咱这帮小狗也是，三个月之后就能看出来长得像谁了啊。现在瞅着还是不太像，知道吧？老爷以前很温柔，说话声音很好听，挺好听。为啥呀，家人们？那原先我不用喊呢，原先咱们家就一个 seven 和一个小石榴啊。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嗓门了呢，家人们？家人们，你们知道 seven 爹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嗓门吗？啊？家人们，就从 seven 听我说，就从有了老四之后，家人们，我每次跟老四开会，老四在那跟我犯迷糊，知道吧？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大嗓门的，我声音越大，我四哥睡得越香。家人们啊，声音越大，嗓门越洪亮，我四哥他睡得越香啊，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小五呢？小五在这儿呢，这就是小五。小崽趴睡觉呢，都剧本，大家不要在意。嗯，三位大功臣，三位基因太好了。哎呀，干啥呀，老大？老大把盆拿回家呀，给孩子吃啊？啊？老大是不是这意思？啊？老大是不是想把狗粮拿回家给孩子吃？哎呀妈呀，真的，我这太难受了，你这鼻子太干了。我一天喝了五六瓶矿泉水，哎呀，喝五六瓶水啊！那天我那么花3块钱买了一提水，花3块钱买了一提水，这家伙，这水是不是有问题？这水喝的，他们不让他们几个吃奶了，老铁们，这帮小狗不让他们吃。
让小五走几步。小五，小五，完了都没奶了，吃也吃不到，水质有问题。他让小石头吃，正好没事儿。小石头吃没事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就吃这些啊，没有了就吃这些啊，正好正好，我这量都正好的，这都多，我跟你说这都多，啊，我这量都正好的啊，哎，别多吃了，吃多了也不行啊，吃多也不行，啊，三母亲节，三要过母亲节，什么时候母亲节？马上母亲节了，是不是？今天几号了啊？十号，星期天吧？五月十四号，家们是不是周日那天是母亲节啊？星期天那天是母亲节吧？十八号，礼拜日，第二个礼拜日是不是？家们，五月的。第二个礼拜日是母亲节，五月十四号。老大快来，老四，老大来，老四来，吃完了快，吃完了上厕所去了，老四快，老四，就剩一点了，老四来。别咬着我了，老大啊！你不能咬我吧？老大应该不能咬。来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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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宝贝啊，多好，都是好宝贝，都是好宝贝。行了啊，别叫唤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啊。嗯，好。有幼犬拉布拉多吗？右选拉不拉就剩一个老二了，家们没有了啊！我大概吃完了就上厕所去了啊！下播了，家们啊！来，老大来，小明吃吧。哎，就你们女的叫唤，就你叫唤，就你叫唤，就你叫唤，翻个跟头来。你给大家展示个翻跟呢，嗯，还有一只，想就剩一个小老二了啊，没有了，家人们，狗狗都已经没有了啊，都有主人了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伙，感谢大家伙晚上对咱家的支持啊，家人们。然后呢，咱们明天见，老铁们啊，感谢大家伙，感谢家人们，咱们明天见啊，谢谢大家。明天晚上，明天白天啊，明天白天给大家直播，老铁们啊，明天白天不见不散，老铁们，三爹以后尽量每天播两场啊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家人们，拜拜，啊，感谢啊，早点睡觉，早点休息啊，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，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，啊。祝你们晚上睡得香啊，早上啊吃得饱啊，上班啊工作顺心，工作顺利，家人们拜拜，明天见。明天，对，明天啊，家人们。明天去，明天去问问他们家，嗯，带老大去溜达溜达去，啊，拜拜，拜拜。